Bonjour， 欢迎收看 Evan 在米兰。今天呢，我又不在米兰了。然后今天我要去那个 Verona 参加那个歌剧节，就是去年的时候有跟 James 也去。我会找到女朋友吗？好，翻开，随便翻。嗯，是什么？亲你。然后今年我是跟格瑞一起去，然后另外一个任务是因为呢，北罗纳到威尼斯只要一个小时，所以我们今天是7月9号，7月11号我们是参加就是我还年轻的 Monica 的毕业典礼。那这个北罗纳的歌剧节的话，它每年是大概是6月底到9月之间就会有演出，然后大家可以上那个官网买票会比较便宜。因为现在米兰就是已经接近暑假了，那他们欧洲人习惯是他们暑假的时候都会离开城市去海边啊度假之类的，然后公司的话肯定会放一两个礼拜的假期。那现在米兰其实车跟人都已经蛮少的，然后现在在等 Gloria， 因为他刚刚把那个 AirPod 放在那个咖啡店里。这条路就是我们每天要去搭车的时候会经过的路，是不是跟想象中的米兰很不一样？也不是说很现代，但是也不是说很旧，但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高楼大厦。2000 years later， 怎么了？没找到吗？没找到，不会是我包里吧？去火车上再找吧。嗯。嗨，现在要搭火车去雷东纳喽。这个小姐的论文写完了？我已经写完了，就差最后的 project。现在写了几页呢？80页。106页。我是第一个社会设计毕业的学生嘛，然后我们没有任何的格式限制，所以我就可以随便写。然后我写完之后苦的就是他们了。然后维罗纳就是他这个他这个歌剧特殊在哪里呢？我们这个古罗马剧院是比罗马的那个在公元前再早80年，然后这是唯一到现在还有在真的可以看戏的罗马剧场，这是唯一你可以跟古代的人一样享受就是在那看戏的感觉。那我们这次看的是什么呢？阿依达，它是一个关于埃及的一个奴隶的故事，可是我真的剧集我真的记不得。而且我们看的好像是新版，就是对，就是很科技版。我们已经到维罗纳了，然后大家看到这个是今年是第100年的这个100次，每一次都是第一次的，就是歌剧节。然后我们现在距哦好热，我们现在距离到那个看那个歌剧的话，到晚上9点，所以等一下我们应该会先随便吃个东西，然后进场前再买个东西进去里面吃。有人要来维罗纳找我们吗？没有，我们的房间非常大，我在家里面又大。有舒服啊，有啦，找到了吗？找到了。那为什么会在这个里面呢？啊，他打开了，他自己滑进去。啊，我不省钱了，我找回我的耳机了。你看，这是我去年买的，他这个其实还 OK 啦，就这个房间还好啦，因为他近，他真的很近。你看我们出来这边就是大街了，就其实北罗纳就是跟我们去的那些所有小城一样，他就是会就是要一直走路，就是一样，就是会有一条河，然后会有个什么老桥啊。它跟佛罗伦萨其实对很像，只是它比例更小一点。对，然后它也是会有一个漂亮的桥，然后教堂、城堡，然后什么城门。但是因为这个地方很红，是因为它是因为 Martin 的关系，就说它是朱丽叶的故乡，所以大家都会去摸那个朱丽叶的左胸，听说会带来好运。是谁手？我个人觉得这边最值得去的其实是竞技场，因为它这个竞技场里面蛮大的，很漂亮。反正观光区也没什么好吃的，就吃这个不会吃出错的东西。太好笑了！我们在维罗纳第一件事情来吃肯德基。它这 original 超好吃的。我是喜欢吃翅，我都可以。你看它这 original， 它的 original 是脆皮的，我们那边都没有这种。我觉得没吃饭20。因为我们两个现在在减肥，为了要月底要去希腊，现在又要摸朱丽叶的手，就摸3次。来，看一下，会带来好运。大家看一下那个朱丽叶故居，就在上面。上面这边是朱丽叶的阳台，就是说传说在那里接吻的话，也会就是保你们的爱情。电影在这里拍的。但是这个窗户就是他们说他们那个定情的窗户。对，就他们在那边，罗密欧就偷爬这窗户的那个地方。对对对。但这一切都是传说。真的假的？
维罗纳的广告 marketing 营销策略非常的好。这边很旺，就是你知道我们是晚上快七点了，但其实如果你是早上来的话，这里就是排场，人多到不行。就你去摸朱丽叶的胸部是不用钱的，可是如果你要进去的话，才要钱。但那个维罗纳卡可以，对，买套票可以，套票可以直接进去。没有买套票，其实也不用，这不用。我是觉得，如果是第一次来维罗纳，就买一张嘛，对，你就所有都可以去玩。你们没有去米兰的话，其实这个地方也很多东西都逛得到，比如说名牌的东西、啊，对啊，买一些， Zara, 对啊，都有，各大牌子都有。然后通常来说，七月这个时候呢，意大利就会打折，打到很凶，所以大家要掌握一下自己来的时间，例如说。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打折，即将像七月初的话，米兰跟北部应该就开始打折了。对对对，十二月的时候还是会再打一次吧。圣诞节前后会。圣诞节前会打，所以你们要选对时间来，因为像这种意大利的小镇，有时候他们没有活动的时候，其实是很无聊的。所以维罗纳就会有这种歌剧节啊，然后有些其他的城市会有不同的节庆，就说像对，米兰的那个领主广场也是，就是要看时间，他们有时候会请一些小乐队去表演。反正就是每个地方有不同的节庆啦，像威尼斯就有面具狂欢节啊什么。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如果你本身是喜欢逛博物馆跟什么城堡啊、教堂那一类的话，我觉得米兰比较好。对，就是。然后维罗纳的话，就是它比较小。如果你要想拍一个好看的城市景色的话，可以来维罗纳，它的山上拍照很好看。但我觉得大家不要纠结说你要每个大景点都要去，你要排一下，就是说你可能已经到了弗雷斯的话，你就可以顺便去五渔村啊。你也不用说你是从米兰再去五渔村，这非常的远，就是你要把附近的点玩完，你不用纠结说你要在五天内什么米兰、威尼斯、罗马。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个竞技场，因为它其实是两三天就演个不同的剧目，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就是会把所有的景布景都放在它的外面，很有趣。哎，它今天它这个很好哎，你看它这次都把。每一个这个戏的名字的跟他的道具都放在这里给大家秀。上次的时候买的位置比较前面，所以是有椅子的。可是这次我们坐的是后面石，我觉得我猜啦，应该是后面石头的位置。哇，你看他的 slogan。在撒的耳屎。好了，我们整装完成了，准备要去看戏。至少穿个衬衫看起来比较不会这么随便。其实现在才八点了，我们走过去才四分钟，超近的。我妈可以在旁边再喝个酒，再逛一下。啊，现在终于没有太阳了，太好了。它真的好热哦。它这边现在要9:30左右才会天黑，可怕。然后就会那个热感就会一直持续到太阳下山以后。对。它都已经晒黑多少个度了？可是好像比去年在西班牙的时候白一点。没有。我今年有防晒。你现在是没有晒伤，但是。还是对啊，没办法，我现在已经可以。我希望到回台，我会把它白一点。好了，我们现在进到准备开始安检了。这样，这里吗？是这里吗？上去看吧。我们现在还有中那么浓吗？我们现在进到里面，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的位置是有位置的，所以我们不太需要买椅垫，像后对面那个石头椅。那些就要垫子了，因为会坐得很难受。它是石砖，大理石砖，我的手边被拿走了，好心机哦。他说那种桶装的薯片不能拿。我们今天看的是阿依达，然后它是埃及的故事，可是因为我们看的是现代版，所以你可以看到舞台上的装置都是比较偏向是现代的装置，所以可能会有一些 LED 墙之类的。维罗纳露天剧场在古罗马剧场中仅次于罗马斗兽场，是全意大利保存最完整的古罗马建筑之一，又名阿雷纳，意思是沙土堆的意思。维罗纳剧场是一座椭圆形的剧场建筑，高大雄伟，长138米，宽109米，高30米，上下两层，共有72拱门。观众是石砌的阶梯，由下往上逐渐升高，能够容纳3万多人。现在演出时就会在这边搭上现代的舞台，放上椅子，就成了票价最贵的石座。《阿依达》是一部由意大利作曲家威尔蒂所创作的歌剧，首演于1871年。故事背景发生在古埃及，描述了埃及以及伊索比亚之间的爱情与政治的纠结。奥克斯拉是埃及法老的女儿，她爱上了埃及的将军拉达梅斯，然而拉达梅斯爱上了来自伊索比亚的奴隶女子阿依达。
阿依达是伊索比亚的公主，她被掳获成为奴隶，她的爱情和忠贞一直受到考验。随着剧情的发展，伊索比亚入侵埃及，阿依达被迫面临选择，必须选择忠贞于爱情还是忠于国家。故事的高潮发生在拉达梅斯叛变及审判之际，他最终被判处死刑，阿依达与他一起共赴生死，两人的爱情在死亡中得到了永恒的敬意。我们现在是那个第一次的中场休息，他这个很视觉的，所以它每一场都是黑色、白色、红色，然后亮片。假如说你是喜欢看视觉的东西的人，就会很喜欢。如果你说中间有那个 Katy Perry 出来唱歌，你也不会觉得奇怪啊。全世界的剧院都是这个问题，就是厕所的问题。其实我们坐在这个位置已经是有椅子，但是还是觉得屁股有点痛啊。但现在已经敲锣，所以在应该准备快要开始了。在今年梅隆纳的歌剧节里面呢，这次的埃及它使用的是一种透明以及超现实的手法，并且让整个画面非常的现代跟时髦，反而是一种富有时尚意味的一种埃及以及伊索比亚的象征。那所有的演员都是用的象征性的符号穿透于在这个环境当中，强烈以及非常的视觉性，非常符合现代观众的口味。我觉得这真的很一定要来啊！就是这种很体验，就是屁股痛也要坐啊！真的，因为你这是跟古罗马人一样坐在同样的剧院里。下半场其实就很好看，就是比较对，很好看。那可能下半场观众也醉了啦，所以大家都喝酒了。我们是9点进来的，然后现在已经是12点半了，所以其实除了你开车来，不然真的你要住一天。开车也没办法，会累哎、欸哦，很累，你一定要住啦。因为你看的会很专注啦，还是要住啦。但是因为我们就是住在这旁边，所以。现在看一下，找个宵夜吃，看有没有东西吃，讲一下看完的心得。好看，真的很好看，值得来。而且你的背后的背景还是剧院，非常的好，真的很值得来看。虽然说《阿依达》是我不太了解的、很不熟的一部剧，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其实我觉得像去年我看的是那个杜兰朵，它是很旧比较旧的，然后你就看到幻景的变化，可是这次它就是导演的调度，包括演员的一些调度，其实都还蛮干净的。服装上的话你可以看到说，就是每一个演员，应该是舞蹈演员，他都是穿一个露台然后露色的衣服之后，然后去象征它是应该是埃及的一个感觉，然后上面有些埃及的纹路，然后再做一些纱的套色，然后一层一层穿上去再脱，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热得要死，就是感觉因为它比较具有灯光效果，视觉性很强。对，就是感觉我在做灯光作业。明明我是写完了作文，然后我出来 escape， 结果我还在看灯光。这个戏有那个直播，所以你们可以看链接。而且因为其实《阿依达》有很多个版本啦，然后我觉得这个版本我还蛮眼前一亮的吧。所以大家如果来意大利旅游的话，7到9月的话，可以把这个列入你的行程哦。但是一定要住，一定要住。然后要离竞技场很近，不然的话你会疯掉。看完戏是12点半了，然后我们走出来到一个餐厅里面，现在已经是1点半了。我的妆还在，到底是多浓哎、欸？所以是明天就直接不卸妆了。不行。喜欢我的频道，可以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随时收到米兰最新的生活日记哦。